哎呦，这里是 Working Day 创始人法老。虽然说唱喜剧人是我的 title， 我一直保持着 humble， 但是快嘴和旋律才是我的 tempo。作为硬核说唱标杆，无论什么风格都能把你们撂翻。爱奇艺自制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，今年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法老。Yo, what's up? 这里是来自 Walking Dead 的李一杰 PC， 说唱巅峰谁与争锋？跟我的 homie 一起勇攀高峰，不管是 old school 还是 trap， 都能随心所欲的 move。爱奇艺自制，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，抛弃说教，冠军被我摘到。这里是来自 Walking Dead 的杨和苏 KNG， 也是去年的总冠军团队一席之地的联盟发起人。今天我将依旧带着我的兄弟们继续攀登巅峰，无论是旋律还是快嘴，我管你 old school 还是硬核，都不如我的 verse 让人沉醉。爱奇艺自制，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 ，Bro， 请你们通通让位，因为巅峰放的是我的王位。Yo, what's up? 这里是 Justy， 来自 Walking Day。场上我打先锋，我们像狼群一样攻坚。私下为人亲和谦恭，音乐上面狂的会让对方蒙圈。把酒言欢，只有我和天公。吹个口哨，一飞冲天。Walking Day 已站在巅峰，曾经的敌人就快疯癫。爱奇艺自制，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，看我一路加速，达到你们望尘莫及的高度。我是 Walking Dead 的小精灵，听说你们觉得我没有作品，但今年我会站上说唱巅峰的舞台，和我的兄弟们一块让你们歇菜。不管你的词有多帅，嘴有多快，全都不如我的魔法 rap 让人喜爱。爱奇艺自制，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，全部正眼看好，冠军定会在我们的